续接上集，正在客厅焦急等待的乔林终于接到了电话。你好，你好。任务代号除虫，明天上午在你办公室见。王小桶收起电话，处理一个沈鹏斌倒是没什么难度，但今天他发现里面居然有东堂的参与，东堂居然敢公然违背龙王殿的规矩，那就不能留了。晚上八点，沈秋水准备出门。去哪啊，老婆？去哪也要跟你说清楚吗？我是你未婚夫，我当然要一起去。在事情没解决之前，王小桶可不敢让沈秋水一个人在外行动。今天的事情你也看到了，我遇到点麻烦，你又帮不上什么忙，乔玲帮我找了几个朋友，晚上去见见。好的，那一起去见见。沈秋水没想到王小桶这么死皮赖脸，只好从了。来到酒吧门口，乔玲已经在这等着了。你怎么把他也带过来了？他非要跟来啊？还真把自己当成男主人了。无所谓，让他跟着也好，今天晚上来的几个都是社会精英，正好让他看看自己跟别人到底有多大差距。几人走进了一家豪华包厢，里面已经有不少帅哥靓女打扮得花枝招展，但是跟身旁的沈秋水一比又完全没法看。一名看上去30多岁的男子上来打招呼。哈哈，沈总你好，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啊。秋水，这是刘季，手下有一家安保公司。沈总，你是乔玲介绍的，我也不跟你兜圈子了，所谓安保公司不过是幌子，我们公司只接一些特定业务，今天你遇到这些杀手应该是兄弟盟的人。兄弟盟？此时百无聊赖的王小桶从边上拿了一个果盘。让你吃了吗？包厢里一个搂着美女的富二代呵斥了一句。蒋东，不要欺负人家，不就是吃个果盘吗，就当赏他的。这几人明显都知道沈秋水订婚的事，而此时根本都不把他当个人放在眼里。没有规矩的东西，要不是看在沈总的面子上，我打断你的四肢丢河里喂鱼。王小桶自当是狗在叫也懒得搭理。沈总，这些社会上的事情你知道的少，兄弟盟就是天银的一股地下势力，手底下小弟数百人。不过你放心，既然乔玲找到了我，那么这件事就交给我一个小小的兄弟盟，我刘季还不放在眼里。乔玲一脸惊讶。刘季，现在真的还有这种地下势力啊？当然有，只是你接触不到罢了。这种地下势力的狠人是非常多的，曾经有一个狠人外号北海恶蛟，传说在外地一夜之间灭了十几家地下势力，从城南杀到城北，手底下血流成河。还真有这种人啊。一旁的王小桶却突然笑了出来。正在吹牛逼的刘季一阵恼火。怎么，你笑什么？你觉得我在乱说吗？这种事情就是你层次太低了，接触不到。没有，我只是想到了好笑的事情。王小桶确实想起了好笑的事情，监狱里那个被他吊打 N 次后毕恭毕敬的北海小虫，不就是他们说的北海阿娇吗？在我说话的时候不要发出任何声音打断我，如果有第二次，我不介意让你见识见识这个世界的残酷。刘季威胁完又开始跟沈秋水吹牛逼。沈总，你别觉得地下势力离你很远，其实这种地下势力无处不在，你看我们现在身处的酒吧背后就是十方会，这可是整个西北最强大的地下势力，而我恰好跟这里的负责人关系好，不如我们两个人等会儿私下找个地方好好谋划下沈鹏斌的事情。沈秋水脸色一变。刘季，你可别忘了，沈秋水今天才订的婚，晚上跟你单独见面是怎么回事？乔小姐，有谁是比我们刘少还优秀的吗？在天银就没有我们刘少惹不起的人，沈总那个劳什兹未婚夫要是敢多说一句，看我不废了他。这时蒋天突然骂骂咧咧地走了进来。算这狗东西跑得快，要不然我非打断他的腿。怎么回事？东子，刚刚在卫生间有个老男人摸我，东哥就上去教训了他一下。谁 TM 这么大的胆子敢在太岁上动土？刘季刚吹完牛逼，现在就被人打脸有点气。没事的，季少，听口音是个外地佬，我已经给他教训了一顿。东子，解气没？要是不解气就再去教训他一顿。还是那句话，在天银就没有我刘季惹不起的人。神子还没落下，包厢门就被踹开了，十几个大汉冲了进来，站在中间的是一个40多岁的男人。男子冲地上吐了一口痰。奶奶的，敢动我，我看你是活腻歪了是吧。季少，刚刚就是这孙子。刘季不屑的一笑。还真有不怕死的是吧，我没去找你，你倒是找上门来了，也不打听打听我刘季是谁。此时在楼顶办公室。红姐，不好了，你的客人跟城北刘家的刘季打起来了。刘家的人什么时候胆子这么大了，敢招惹我的客人？刘家这几年越做越大，做得再大，刘家在我面前也不过就是一条狗罢了。走过去看看，是刘家的哪个吃了雄心豹子胆。一个外地佬也敢来天银闹事，也不打听打听这是什么地方，不打听打听我刘季是什么人。刘季说着直接一个大逼斗抽在中年男脸上。今天美女在场，装逼不能停啊。身后的小弟都虎视眈眈准备动手。想打是吧，告诉你们，想打出去随便打，今天在包厢里我给红姐一个面子，不然直接废了你。什么时候我红姐需要城北刘家的人给我面子了？男子身后的壮汉散开，中间走来了一个风韵犹存的女人。刘季立马换上了一副笑脸。红姐，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？我的地盘发生这么大的事，我还不能来看看了？能，当然能，有个不长眼的在你的地盘闹事，我正打算帮你教训呢。不长眼，我看不长眼的人是你吧。红姐一个大逼斗抽的刘季720度旋转，然后对着身边的男人陪笑。
赵总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这件事情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。红姐，这个小畜生打了我一巴掌，想让我满意可不简单了。赵总放心，这不过是一条狗而已，你想要他的双手还是双腿？刘基听到这里，身体已经开始止不住的颤抖。红姐，我对这个屌丝的双手双脚没兴趣，但是我对他身后的妞挺有意思的。只见他伸手一指，我要他。